งโมบุบๆรันเลยมวยบางเอาเป็นเขาช้างเงิน现在时间是缅甸时间是7:30，还差一点。那么7:30呢，我们准时出发，从这里就顺着老兵就带着我们上山了。山上的老兵就是通报给下面那些领导呢，就说有泰国边境的老百姓来偷种罂粟。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奉上级的指示呢，前去考察，沿着甘地山脉到处走一趟。那么今天到明天都将是在山上有老兵带着我们去考察整个山脉附近的种罂粟的情况，估计在今年内到罂粟花开的时候呢，会带着老兵大概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就要到山上去铲除这些罂粟。那么这也是1717来到这块土地以后已经是好多次了这样的行动，除了自己凡区发现罂粟不种要铲除以外，在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种的罂粟也会发现了以后也是坚决把它铲除掉，这一支部队也算是一个禁毒先锋队吧。部队让我换上老兵的衣服，就怕到了这个泰国边境呢，碰到那些种罂粟的烟农，看到我带着相机，他们可能就去罂粟地，以后再也不来了。现在我们已经爬了一座山，走了1.5小时，这边呢后面是很高的甘地山峰了。现在前线的老兵呢找了一匹马来接我，我接下来呢可能在爬这座山的时候要骑马。我们已经走了1/3的路程，马上就要爬山了。我现在骑的这个马呢，它没有马鞍子，就是这样的，所以骑的也不是很稳。这个山脉呢，据说我们步行到它的山顶呢，老兵的营地呢，可能要走5个小时左右。这里是我帮老兵的一个转运站，也叫罗马队。相当于是走了一半的路程，还得爬很多高山。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罗马队，这地方营地不错，四面环山，空气也很好。老兵让我来看一看这个山上的水景。哇，有个雨水，那这个水是露露，那舍不得咯，舍不得要是呢，露露呢，舍不得。啊，它是靠这个瓦，瓦下雨之后，它有大面积的水就往这个水池里边流，流下来以后，就等于是到了干季的时候，就老兵就喝这个水了，这个水已经发绿了，很多苔藓，它靠这个所有的屋顶上。流下来的水通过这个涧槽又往这个水池里边流，所有的都流到了这个水池里边，所以到了干季
就只能饮用这个水。据说这个地方打井也打不出水来。住房是哪？如果喝喝的露露那种水吃了？就是哪几个吃？哪几个吃了？哎呦，柴呢？柴嘛，自己种水一点帮点。这个山上那么穷，什么都不有。我们老兵了，咱们太艰苦了，搬迁可不得。不得，因为是这个山上我们不摘不得。我们为了我们瓦邦的老百姓，从蹦巴青去到回窝的，如果我们不占这个高地是，怕别个党派来占这个阵地，了嘛？为了这些嘛，我们才来摘这个，来收这个高地了嘛？啊。有多苦也不怕，有多难也不怕，我们就服从我们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得受了。从来这个山上受整顶的老兵是来了多久了？我们体育事情来上呢7年了。七年了。就是在这个山上水也不得吃，米什么都是去下边拖上来了噶。是啊。我们就用那个嘛，我们晒的子弹它怕会潮不是噶？潮有个在地方点嘛，又晒个晒干好嘛，又拿个干布又揉它一回。给它晾晾。给它晾晾呢，又装进又装流一回。这个当家也是拿来晒着的。当家又成了这种做了。上边的整体又是吃这种水了。水了一样了噶，一样了。这是马槽，给马吃的水就到了这里边。现在来到一个山顶，可能还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那个老兵的阵地。雷啊，营帐啊，对的。平常你们周围包房啊？不包？包的，不包的。包那个？包的。以前没有在这些地方打过仗。农家打的。瓦邦没有打过吧？打的。瓦邦打过的。打那边。打他们，等下来我们来打。打昆山还是打什么？打昆山。那边不打这边噶？三军，三军五军也在这边打，甘地山这边是三军五军都有了。我帮跟他们打，我练的跟他打，我练噶，我练他们是脱羊眼噶，你抢我抢你那种噶，我练三军五军还有那会，差不多在大清里到这边嘛是，他们说嘛有30多个武装啊。30多个帮派了嘛，打小小加起来了嘛多呢，还有一个小时的山路，我还好骑马了，但是也够受那个不平啊，它不是马鞍子，就是拉货的一个垛子，上坡下坡走的石头，现在屁股都疼了，腰也痛了。我给他打女儿，
经来到了老兵的营地，也就是甘地山。那么现在看到的是老兵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就要保证他们吃一年，到雨季下个雨季来临才可以。甘地山大部分就是这样的原始环境，非常恶劣，在这样极端环境下，也只有佤族老兵能居住得下来。终于来到了山顶。现在我的时间是中国时间，已经走了五个多小时了。妈应该在特别来那安排来这我给他特别妈让插链扔了。妈现在如果他们那不行了，打烟机还要可多件多久？半个钟头呢。半个钟头就到了。今天可以叫了不个？今天下午可。中午我们休息一下。你看我们从七点半出来到现在，差不多是走了五个小时了。冬天嘛是冷的个。这是甘地山上老兵阵地的住宿环境。哦，山上的饭好吃噶？咱们菜不又是好吃啊？苦菜、甜菜，还有个是野花噶？野花。野花干完了。这个路是很不好走。都是石头，现在来到垭口，是我们佤班的阵地，老兵在这里驻守阵地，非常艰苦。对面的山是泰国地了，那个泰国边界了，个全部都是泰国边界了。这个是佤班最后一个阵地了，噶、最后一个阵地。啊、泰国边这个山上，高高的山。这个是搞什么用？这个？啊？你搞什么？这个？哦，这个嘛是本来就是挂在这的，如果人家开门嘛，它会响。哦。就是往上面有关门噶，往上面有关门。哦，这是个门。给它关起来，边边子前面是石头门，它进不来。这样。哦，那石头搞得响。偷开门就会响。哦。已经响了嘛。已经是没有路了。刚才营长跟我说，这些种罂粟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没有人走过的路上去找空地来种植罂粟。如果说有人把那个土石头块用脚给踢掉了，他发现有人来过，他甚至就不要那块地了。这是我们阵地上老兵自己种的那个甜菜豌豆尖，在石头缝里种的豌豆尖。据说这些偷种罂粟的人，也就是在这样的空地上在种植罂粟，东一片西一片。这多年来，这个佤班在这个地区禁毒，周边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种罂粟是犯法的，但是呢又抵不住这个种罂粟的暴力的诱惑，所以老百姓还是不惜从泰国步行走上几个小时到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来种植罂粟。现在我们也是在几乎没有路的地方在走，就怕老乡知道我们来查看，我们得悄悄地隐蔽去。如果前方的哨兵他们看到有罂粟地的时候，就会通知我们。现在就是在草丛里边钻，
没有路了。我们已经行进在泰国边境、泰缅边境，现在还在两国交界的地方，在寻找种罂粟的、偷种罂粟的烟农。据说这些烟农是从泰国过来的华人、拉祜族，还有别的民族，傣族，当地人称傣伊。据说从这里走过去不远，就有一片。哎呀，这个老天也不给面子，下雨了。这瓦邦人为了禁毒，也真够辛苦的。没路啊，全是藤蔓、荆棘。来，根本就没路啊。这个是打印机啊，是那个，它第一张打，这就是罂粟苗，和我们常规看到的那个青菜差不多，如果不认识就以为是青菜了。哎，你看这个老连长，来给我照一张相。这个我们是泰国老百姓来种这个地了嘛、哦、他们偷偷摸摸那个装科达和野味一样，我们找不着他们的路了嘛、哦、就像野兽一样，他野兽一样。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罂粟苗还小，据说前面有开花的，我们得往前走去看。这个地方的土非常好，就在大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那个缝隙里边在种植罂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罂粟地。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两不管地带，泰国那边的军队也不来驻守阵地，而只有佤邦老兵呢还在缅甸这一方筑了一些工事。哎呀，这一片已经开花了。我们已经来到了洋烟地，就是常说的罂粟地。这个罂粟地已经开花了，土很肥。这个是烟农用来吓唬驱赶鸟，也算是驱赶鬼吧，他也怕鬼来找麻烦，所以他也做了一个这样的衣服挂在那个地方，像假人一样。哎呀，这个老兵感觉是在找今天我们晚餐用的菜。这个花在2005年以前，佤邦政府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全部铲除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泰国边境呢，又看到了这些罂粟花。不要误会，这不是种大烟的老百姓，这是我们佤邦的军人。因为是晚上我们没有吃的，还在想的罂粟就很好吃的，生吃都可以的。这个这是我们营长带着老兵在山里搜寻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发现了罂粟地，这算小面积的了。当然这个大山的这个石缝里边也不可能有像田野那么宽广的那个罂粟地。现在我们继续寻找，在这个石缝里边到处去找老百姓偷种的罂粟地，看看有没有比这一片还大的地方。哦，前面又一间老百姓的房子。有一间房子。是什么民族？汉人。汉人。他们是泰国里面的人。现在我是在泰国与缅甸接壤的这个甘地山的山顶上，就是泰国的那边的边民呢，经常会每年到种罂粟的时候
都会偷偷的跑到这个地方来种罂粟。白天种完以后，下午三点钟就开始往回走了。因为这些老百姓都种了100多年了，只是1717呢，在佤邦这块土地上，大概是打败昆沙以后就开始，只要是在凡区内发现这个罂粟，全部都铲除了。到现在为止呢，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来铲除罂粟了。那么今天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侦查一下，看看它种的面积。过一段时间，等大面积开花以后呢，会来把它全部给铲除掉。这完全是野猪走的路，现在我们自己来走了。哎呀，爬上路滑。哎呀，哎呀，后边都完了来。这全是豌豆尖。泰国人来这边来种菜卖，来种菜，来种养鹰。就是拿去泰国去卖了，他们不是在缅甸卖，不是，他们拿去泰国去引进去了。就是这边的土豪。这边的土。他们来种菜。种菜，土更好一点嘛，他们种什么都好。拿去泰国那边去卖，他们得好价钱。完全是泰国人。他们来的不是老兵吗？是。老百姓了，这些。老百姓啊。老百姓来了。中央烟的老百姓啊。中央烟的老百姓来了。你还问一下他们是喊什么是巴西的？肯定是喊人，不是会有什么错。不要怕，不要怕，过来的的。那上面长了一个吗？直接采账的号那个。你们都是泰国过来的。是。来这边种菜了。种菜又去泰国去买个。豌豆尖买的多少钱一箩？这两天得20码。20码一箩。比泰国那边种还得钱多噶。现在你们去从哪里回来？看马。你们养马的就得养马。给大多什么？你们现在？养不得。养大的。养大不得。师傅。对的。小球也打不着。你们是在泰国的汉人噶？那在泰国多久了？有10年。10多年了。你们是在泰国长大也读书，泰国话也会了噶？不会，我们不会。这小娃们会了。你们泰国城里边你们不去啊？去的，那下去那些不得去摘哈，那不行，那不有吃不好饭嘛，不好摘。就是来山上种的，找点吃呢，种点菜来卖。种点菜卖了嘛。在泰国的华人还是多那个汉人啊？多的华侨人。你们在出之前不是汉人？你们在吃啊？白鱼也有，白鱼有。你们可以泰国吃啦？有。还不有泰国吃？泰国吃嘛，它不有的。我也是从缅甸跑过来这边站的啦。好嘛好嘛，你们去嘛。去我们去找杨老哥聊吹牛哈，看不看？在，好了啊，在。那菜在的吗？刚才看见我们说话，我们都跑了噶。他怕了。是怕，他跑了。养老乖噶，养老乖哦。我你一个人组织的不怕？我啊。啊？怕什么嘛？小娃呢？小，结婚卡。那得泰国啊。烧茶水喝一点嘛。啥意思啊？那看见人家，看见我妈说会去的吗？啊，冲干休息好了。啥意思啊？他鸡卖几个嘛？啊？鸡卖的几个嘛？鸡卖的几个？鸡死了不要了。鸡死了不要了。那两年嘛多了。你没把吃完、啊。
得不想家了，再跑了。不是再跑，今年疼的呀。杨老官是在这里多久了？五年了。六年了。都多年一个菜。这都过上吗？也不哎。有。老婆也不来当你菜。在。哦。今年几岁？70多了。70几了？71了。来久了这边？来成10年了。10年了。来烧火进来。把火搞左的，我们烤火一下。来成烧火。烤火虾，这不是个烤火虾。你们两个可是一家人。哪个？是。那怪你们两个。这个不是。是。今天你还回去？我啊。还回去哎。要回泰国第二遍。嗯。去不到了不？去到那嘛哎。五楼顶客，嗯，五楼顶客到呢。嗯，你们在这有几家人？两三百家。两三百家，他不吃住，他爹啊多呢。还多呢。嗯。哦，全部是汉人哎。汉人有，巴西有。家里不中。哦，巴西也有。嗯。巴西、佤族什么人都有。佤族也有。嗯。哦。什么人都有了。汉人最多噶。最多，就不来种点菜嘛，哪一回呢？都得得一回呢，都得得。这是泰国的那个边民，跑过来这个泰缅边境偷种鸦片的那个烟农，搭的棚子。这又是泰国边民过来种菜的，两个仔，在那，啊？这一个。哦，你们种菜噶？嗯。菜长得好了嘛？这些菜是拿去卖给泰国人噶？是喽。哦。都一样，种地方掉的。是喽，是喽。哎，下雨了。哎呀，哎，人也不在。马蹄长不？马蹄。这下球哎！啊，打球哎！这船马蹄长不？打不着。是。这打马蹄打不着。差不多。嗯，可能是巨龙。这两天天天下雨。嗯，下雨。天天下嘞。你们家这边种那个洋烟地给有的？种菜了。种菜啊？不要这样说，我都没那个，只是说的了。我怕什么吗？你怕了？人家不好。只是说的嘛，人家又不好，你又不打的。菜你读过来的？菜我读过。啊。写上没？写的上山。嗯。那才多久了？不知道啊。种菜两三年了，种菜两三年啊。到种大烟时候没是多少是种的噶？种啊不种啊？老乡还是有点怕。嗯。这是一个很小的窝棚，老乡就住在这个船上。实际上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才回到了营地，在那个丛林里边。下大雨，躲了半天，全身湿透，裤子衣服也湿透了。杀猪啊！连长昨天晚上赶了回来，今天一早就把猪给杀了，要喂了我们。这个是老兵用来除去水池里边杂物的一个工具，漏斗。
东去，罗东去，罗东去，罗东去。梦梦。哦，安定那贵啊么？如果么不来塞呢？19号早上，守境地的排长带我们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又一片比昨天还大的罂粟地。下边还有，下边是开花的少的个。大面积还像这种大的还有哎，这个就大了。这一片呢已经开花了。已经全部湿透了，昨天今天都是这样，在林子里边穿来穿去，全是湿的，还有很多刺，扎得很疼。现在休息一会儿，路边的野花开放得很不错。山上的野猪，我们走之后早上杀好的，现在这个镜头也不行了，也截路了。这是罂粟苗蘸的那个调料盐巴辣椒，非常甜，很好吃。